笑，大仙不闹。我不来。那随便拉个路人了啊。完了，他是个百里守约，我觉得我们压力挺大。五楼，你百里打得好吗？只是这个名字而已。但是你常用英雄第一个就是百里守约，你是不是想骗我？没有，我很久没玩了，我可以改的。我该不会一进去你就选百里守约吧？你答应我，你不是这样的人，对不对？选百里，我是狗。OK， 开了。不是，为什么你的名字叫九点半神驹，为什么你不玩百里？那我当然就是因为我把他骗去，他不玩百里，这一把就是我玩百里的时候了呀。五楼，好好看我，九点半神驹。赶紧跑，赶紧跑。他好像带干扰，这个塔站不了，塔站不了。对，他没有干扰。我就数三下啊！一，花枪，哎，花枪，我来了。做直立逆的双眼，看清险阻。你自己闯进来。关于之前一人性命这件事，也从不失约。无论何时何地，都会遵守约定。从狙击镜里捕捉到了你整套表情包。别追，兄弟们，点个减速什么的，点塔，兄弟们，六，我九点半狙神，兄弟们，大勇公会96536，虎牙688，每晚7点半，咱们不见不散。